看完台上老师示范后，同学们根据学习单上的提示，开始挑战制作自己的 chatbot。第二届高中生国际科技夏令营日前在桃园市立永丰高中登场，希望透过为期三天的课程，带同学们活用生成式 AI 技术，自行设计出想要的人工智慧工具，而不仅是单纯会用 ChatGPT 而已，让参加的高中生们直呼很有挑战性。就是老师叫我们去写那个。写一些提示去给这个 AI， 让它有一个身份。我弄了一个股票分析的，没错，有这个很新，第一次去做类似这种的东西。我想设计的是一个推荐泰勒斯的歌的一个 chatbot， 就是依照使用者给他就是一个主题，或是像心情，或是他想要听的音乐的类型的话。那个 chatbot 会推荐给你5到10首歌，就是之前也没有学过这样类似的课程，就最多就是学校会教我们怎么用 ChatGPT， 我觉得这样蛮有趣的，因为就是不止我们可以就是跟那个机器那个 chatbot 可以互动，我们还可以自己设计出一个自己想要的。一个 chatbot。 夏令营总负责人说明这次课程规划，延续开办主旨，除了教导同学们活用生成式 AI 技术之外，今年也设定循环经济为主题，希望最后同学们能活用 AI 技术来设计出相关的工具，促进永续发展。这次夏令营的规划主要有分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我们做概论，在讨论 AI 人工生成智慧这部分，以及循环经济这个整个产业的了解。第二个部分，我们带学员去做实际的操作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去了解像 ChatGPT、像 Gemini 不同的文字生成图片、文字生成影片等等相关的服务，让学生去了解说啊，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如何去运用这些生成式人工智慧，提升我们的学习力跟生产力。那第三部分，希望透过让学生可以透过小组的方式合作，去讨论跟合作，去完成在拟定专案，尤其是在循环经济这个主题里面，能不能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工具下面，提升我们的想象力，提升我们的执行力，到最后完成一个计划，能怎么样？不管是在环保再生或在利用等等的主题里面有创新，或是更能去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一些方法。随着科技日新月异，可预期未来 AI 技术将无所不在，应用范畴广泛。因此，桃园市府教育局期盼透过开办营队，强化高中生对人工智慧的实作认识，并学习应用 AI 来解决问题，具备结合 AI 和不同专业去发展的能力。记者刘婷台报道。